好，刚刚讲我们的这个外岛离岛啊，可能是钓鱼岛化，要不然就是仁爱礁化。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钓鱼台，还有这个还有菲律宾。那第一个是这个日本哈，在昨天发布，就是这个大陆这个船只哈，在这个钓鱼台周边海域，两艘大陆海警船。然后你看到呢哈，另外还有两艘，其中一艘是类似搭载机关炮的装置，已经99天在钓鱼台周边发现了中国公务船。不过过去我们就讨论过嘛哈，它一年365天，大概几乎是三百五十天吧，但没有不来的。那中方也发布了3月28号凌晨，日本两艘渔船在日本的海保船的伴随之下非法侵闯，所以这个大陆海警1301还有1302舰持续跟监驱离日本，因为在钓鱼岛附近的这个也是常态巡航。天天都来，就完全像厉将军讲的一样。所以用这个概念，我们想想看，如果放在我们离岛会如何。另外一个很有意思，之前辣晚报不是播出这个，大家都觉得哇，有这一招啊。过去我们都看到在海上用水炮啊来对付这个菲律宾的船只，现在是直巴这个直升机有没有吹啊吹啊，这个飞沙走石啊，逼得这个菲方的人员最后是跳海走避啊。那很有意思，当时厉将军提到一个关键问题，这直巴哪来的？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来个直巴？哎，公布了画面哈，央视公布，这是解放军有两艘哈，这个洞拐幺抵达了南海啊，五指山舰和长白山舰组成的这个舰艇编队哦，也就是说应该是由这两艘带来的嘛，就解答了厉将军的问题。有看辣晚报，厉将军提问哈，央视帮你回答。好，还有这个最新的画面，当然在这个水炮还有在这个直巴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有一连串的这个后续的一些讯息，包括你看到菲方开始指控嘛，这个水炮我们昨天还讨论，中国大陆把这个高压的这个水炮还列为管制出口，所以那还不是我们想象的一般那种什么救火的水炮，不是哦，应该是一种蛮特别的到管高压水炮，管制出口哦，所以确实很厉害，你看被打得头破血流，都缝了几十针，然后呢发布了这个照片，三名伤兵受访，精神看起来不错，挂着勋章，一脸笑意，应该是在医院里面，还穿着这个病人的服装啊。委员怎么看钓鱼岛跟菲律宾？菲律宾被水炮冲击到，不是正面的冲击，如果正面的冲击，人会当场倒地，不一定 会死亡，但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再坐起来，一定是侧面弄到的。这种水炮是比我们一直边有打破玻璃，玻璃当然会破，水整个冲进来一定破，因为它比我们一般的消防队的灭火水枪还要至少强个50倍，因为距离要更远，然后力度要更强，那所以船上配备的压缩机呢，这个马力数更大，所以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海警船嘛，在执法的嘛，如果你的那个走私人都打不赢了，你不很好笑。有关你这个用直升机吹，这真的是一招，也亏解放军哪一个年轻人想到这个怪招，从来没看过。这个怪招很有用啦，因为刚好那个铁线胶水退了以后刚好都是沙嘛，那人家抵挡这种风沙，除非你配备什么防护镜啊、全身啊，可是万一那个沙打中脸，你很痛，那风非常大，痛，站都站不住。那个他用什么？用两艘登陆艇过去的。这个登陆艇啊，你只要想一想，它什么？每一艘登陆艇上面有四架直巴直升机，不是一架，是四架。然后呢，它还有4个气垫登陆船，4个气垫登陆船，每一个气垫登陆船上面呢、有机炮，还有主力坦克。注意到哦。它是载主力坦克，它不是载什么轮式啊，这步兵车不是主力坦克，所以知道说这个登陆艇是重武装，绝对是重武装。那除此之外呢，它应该还有很差不多20台，还可以装20台的这个陆战用的车辆，就是那种轮式的那种运兵车啊，哈，简单的比较轻武器型的。你说这个武力？这个厉将军很清楚，这个比我们一个连都还强啊！哦，这连了，他已经是一个旅级了，一个旅级，他人不一定很多，但是这个火炮能量很大啊。
所以有一段时候我听过一个台湾的某一个国防部署的智库的某一位姓苏的说，哎呀，那个大陆那个登陆艇没什么了不起啊，我心里听得不晓得该哭还是该笑。你有必要这种忽视现实去面对吗？这个是你告诉阿兵哥说啊，那个不用怕，你不用跑啊，对不对？你不要害死这些阿兵哥嘛。那你说他的主力坦克，对不起啊，就是我们想买没买到了 M1 那一级嘞，994，对，你知道吗？那我们讲说我们要买几部战车，我怎么想哦？纯粹从战场形势来讲，哎，那一天不是美国说跑到这个加沙走廊说啊要做人工船坞吗？嗯，好，然后可以从海上从船上海上一直扑到岸边吗？那你知道美国那个船哦？铺的距离多少？200公尺。200。你知道大陆这个铺了多少？多少？1公里。铺1公里。是啊，它浮在水上就过去了。它其实资料不晓得可以载多重，但是主力坦克不一定行，但是陆军的轮式战车应该可以。嗯。所以有时候这种装备，我千万不要去责备我们的军人啊，他是我们子弟啊。是的。啊，我们的弟弟啊，哦，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什么时候有给他们这些装备？对，我们连个什么，连个密录器都没有啊。对不起啊，那将军，你那个子弹呢、啊？那是很落伍的子弹，不是？没有落伍了，只是口径很小了。对吧？对，口径很小。啊、我终于套出丽将军讲实话。对啊，5.56公里而已、啊。对啊，我看那个箱子，我知道那个，哎呀，那个。步枪弹而已、啊。对，步枪弹呐，不是人家来的一定是机炮跟机枪。对，所以金属人都在问说那个干扰枪怎么没有、哦？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个菲律宾公布的画面，都是一个局部的画面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画面再往上拉开这个海洋的话，你就会发现中国大陆的布阵有没有船啊什么都在旁边，不会孤孤单单的就一个直巴，就一个这个水炮艇，绝对不是啊，要拉开来看。所以当然这也就是怎么讲，双方合演这出戏，你要演我就配合你来演。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打造有感每一天。小包装好携带，成分天然零添加，无西药，不含重金属，安心食用。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心动了吗？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